時間同大家講影音啦。嗱，今日特別啲就唔同大家講個人影音，就講家庭影音。第一部要睇嘅就係我身後面呢部 BO Vision Eclipse 嘅電視啦。嗱，呢部係 B&O 首次同 LG 策略性合作研發嘅電視。咁即係點咧？嗱，佢分兩 part， 電視嗰 part 咧就由 LG 研發。是有 OLED 屏幕支援 4K HDR 的，而且還支援比較普遍的 HDR 啦，和 Dolby Vision 的。咁另外下面 Sound Center 嗰 part 咧，就係 B&O 自己研發嘅，裡面咧仲有三個高音圍住一個低音喇叭，同埋另外兩邊末端嘅全頻喇叭，咁咧聽出嚟嘅聲咧更加柔和，更加響亮嘅。另外咧，呢個電視其中一個賣點咧，就係咧佢可以個底座連個電視一齊轉。咁咧其實大家坐唔同位置，就算屋企坐咧都可以就翻自己角度將個電視教自己，而唔係自己去就個電視去睇，令到睇個感覺坐個位置都更加舒服嘅。第二部分咧就當然講聲音啦。嗱，見到呢一個 BO50 咧係B&O最新嘅家庭式影音喇叭，裡面比較特別嘅地方咧就係佢有一個高音、三個低音、三個中音，而每個喇叭都有自己的 DAC 和獨立的 amplifier， 出嚟的聲音每個 channel 都不同，先可以有更好的音質效果嘅。同埋比較特別的是大家留意到上面呢 part 升起上嚟就是高音位，咁大家可以透過呢一個遙控去校中間呢個位置，由90度去到180度都得，咁令到咧個音頻高音可以集中咧，都可以散，咁大家坐不同位置都可以享受到更加好的音質效果嘅。